那你蔬菜有什么锅底吗？陷阱卡。收工。接下来挑战大胃丸一百盎司。我怎么大舌头这么严重？对啊，大胃丸。大胃丸是什么？这个口罩影响了我的口才。大胃王一百盎司挑战中，那个时候因为我前面有比赛肉多多，其实这面分量跟肉多多是差不多的，唯一输在就是时间，只有60分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肉多多是90分钟，我的确那个时候吃也多了10分钟多了。那我有问丁丁说，哎，如果多10分钟，你觉得吃得完？他说一定吃得完，怎么能吃不完？哎呦，你看吧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吃完。是看谁吃得快，你有信心吧？可以，要来破纪录。谢老板吃，而且也可以再免费吃一次。对，上次花了3000多。啊，3000，因为他吃最贵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准备 ，Let's go， 开始肌肉挑战喽，加油！这摆盘我有点吓到，还蛮澎湃的。摆起来看起来。对对对，因为跟以往就是都是平行的，这个是王肉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今天呢是一个人的话是60分钟完食就是免费，那两个人的话呢就是30分钟完食就免费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尽力而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快，因为这样才会有一种刺激感跟挑战。我们这次有策略吗？这个就是留在后续之中。开始了，开始。我以为你，我以为你不知道。哟，它的料好好可爱哦。那鸭血是也要吃完的吗？锅底都要吃完，对不对 ？OK。啊，那你蔬菜有什么锅底吗？陷阱卡。3分钟哦。看镜头，你真的是很强。你可以帮我把蛋煮了吗？煮你那边。哎，其实我还有一种办法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到底是啊？目前过了16分钟，你的蛋用的很聪明。唯独一个缺点就是太烫了。帮我吃芋头好不好？耶！
20分钟结束。20分钟结束，他已经先宣言了，20分钟结束哦。没有任何嫌疑。这是检查阶段啊。对。不好，继续。不要吃完。李叔伯，确定四锅都没有问题。收工。是9分31秒。哇！我们进步十分钟。9分31秒，推进10分钟。让我们两个超被打了。9分31秒。耶！我们挑战成功啦！没有想到我们的成绩会这么亮眼啊！对，我真的差点立 flag，欸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挑战这么快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你成绩在这边。兄弟秀一下，19分30几秒。31。9分31秒。我以为还会20分之类的。目前本店最快的记录，我还会觉得是史上最快。我投入史上最快，真的觉得我们刚刚是拼尽全力了。你跟我拼尽全力，还是你用20%而已？没有啦，80%。我刚刚是真的很卖力，我这么卖力才敢笃定不是漂白，而且我还带上那么牛的队友。你们两个都很牛。其实这一整套操作里面有一个冰水是制胜关键。上一次在云林的时候，就是他的频道有我跟他另外比赛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。他就很后面就跟老板要了一壶冰水，我想说你有这么渴是不是？他就立马往里面倒，然后菜啊全部都变冰的，我就觉得哇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都偷偷把丁丁的伎俩学起来，然后下次自己拿来用。不过我觉得比赛就是要这么认真，这么专业，反正形象就留给现在的我。刚刚的画面一切都是浮云，拜拜。来，恭喜你们成功。